那里间草桥乡二十九岁在高谈古有奶色对子创业甚至空前，原来是前年中自由从执政后期是谈古的草桥乡太土乡奶色对子创业甚至案，现在居民空前就同神枪七社会，也不给有在高送案的，创上第二十九岁作为一个案的嘅说明会，居民系在高司法强下来空前表示反对。草桥乡太良村发展中心打造接壤草桥乡民的抗争，原来是由厂商来申请，在草桥乡的太土平地区设置土沙房代址厂。厂商虽然表示要土沙房唔会造成污染，是唔过居民就冇放心。这个土石那个堆置厂呢，政府啦或者业主认为说是干净的，其实这个是非常的污染的。像建筑里面呢，化粪池里面有没有盐酸，有没有尿尿、便便，有没有那个铁器，还有那个开关的那个废家具。自由会表示，厂商申请给土沙房代址厂，作为采样面的水库同监察水库的中间，当地居民意识地下水来设来用。香港设置土沙房代址厂，目前做的保证唔会有违法的废弃物再落去。居民每来问言政府，本案度的废弃物送到草桥乡，系未同草桥乡看做系垃圾场。对于居民的争议，厂商未出面说明。以科学上面来看是零污染的，不应该是会有污染的行为。那主要的是说，整个苗栗县并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土资厂来填埋整个苗栗县开发建设所需要的土方的填埋的位置。那说明会当然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意见，那开发单位要具体的回应跟处理哈，那些意见跟处理情形会纳入将来的一个环评的一个审查会，那委员会来参办，那准驳权不在县政府了哈，是在环评委员会，那县府也无权去干涉。厂商表示，土沙代址厂的设置，每座的本面的水库的内在过来多，每位提供创业机会本菜天然，是唔过居民就当少嘅系，系讲代址厂申请通过，系咪可能会影响当严处？苗栗县政府就表示，今朝一下提出申请，认证申请面积有26公顷，就要来做反评，如何通过无下看反评委员嘅审核？下个新闻总资面苗栗报道。